好了，稍后呢，我们 BTV 文艺频道将为您带来的是《我爱我家》栏目。那么今天的神秘嘉宾会是谁呢？去看一下。投入的笑一次，忘了自己；投入的爱一次，忘了自己。今晚实力演员黄海波与导演郑晓龙一同做客《我爱我家》。两人在节目中除了分享多年来在影视圈的摸爬滚打，一向待人随和的黄海波更是在现场大谈经纪人的行为标准。如果就是他对你是一样，他对别人又是一样，后来让你知道的，你就直接把人家炒了呀？不会吧？会的。真的假的？嗯。这么严格呢？我觉得这是一习惯的养成。